会员转贴或分享学员文章于自己的网络空间时，千万要记得再登录学院分享功德簿之中，除可与学院网站形成网络大联盟之相互连结、相互行销与宣传外，还可增加会员在学院网站所提供独享服务的权益。特别是如学院即将推出每日免费算命、免费占星论命之权限，分享或转贴学院文章越多，每日可看之免费占星解说之议题就越多。另外，会员每转贴或分享学院一篇文章，皆可获得新台币十元等值之学院空中教学影片的抵用券，才累积制，也就是会员分享或转贴学院文章越多，就可获得越多支学院空中教学影片的抵用金额。一旦会员学习学院精心录制的占星、易经、堪舆及天星择日等空中教学影片时，便可以此累计的抵用金额减免学习的费用。每组成套空中教学系列影片抵用上限为新台币4500元，且学院空中教学抵用券仅限进行学院空中教学时使用，不能转用其他项目。现在我为大家说明登录分享功德簿之方式与细节。若前次如何分享学院影片如何分享学院文章影片中 ，Dimo 已于 Google 家分享了完成分享验证后的惊人大计划这文章。我们点入学院完成分享验证后的惊人大计划这一题，进入该文章后，便可看到分享键及其后的分享功德簿连接。进入分享的功德簿之跳出视窗时，第一次使用只有空白的网站登录栏可以使用，请打开会员分享或转贴学院文章之个人网络空间，如部落格或社群网站。如丁某打开了 Google 家网页，复制其上的网址，回到功德分享簿中，按上贴，在空白栏上按上贴，在网站的空白栏中贴上刚刚复制的网址，按下进行分享功德登录，几秒后即可看到已完成存档及并记录于学院等之说明。若再按一次进行分享功德登录，就可以看到刚刚登录的网站及网名了。若你还有在这个个人网站中分享学院其他的文章，如库克家、Dimo 库克家，还有邓小平新命盘之占星姓名学的分享，我们并可进学院邓小平新命盘之占星姓名学这一题，
一样在分享诸多分享件后，还有分享功德簿。连结分享功德簿，一样可以看到刚刚我们登录的网站及网址。这时登录分享功德簿中，便不需要再另开自己网站或填写网站空白栏了，只要直接点选自己已登录的个人网站前面的原点选项，按下进行分享功德登录，一样几秒后便可看到完成登录的说明。若个人还有其他的网络空间，也分享或转贴这篇文章，但该网站并不在分享功德簿的记录之中，如丁某在 UDN 联合报的论坛中亦有该篇文章。邓小平新命盘之占星解说，我们就可以打开另开网页，复制该网址，并贴在分享功德簿的空白栏中，按下进行分享功德登录，几秒后一样可以看到已完成存档并记录于学院分享功德簿的等之说明。再来一次进行分享功德，第二次登录的联合报网站名称与网址也在记录之中。由于 FB 跟新浪微博这两网站本程是无法正确读取该网站的资料，所以不能登录于分享功德簿中，非常抱歉，谢谢各位。